风林火山，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风林火山。风林火山，老师，老师，什么是新名位？老师，风林火山在什么地方啊？胡说！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风铃，也不是火山。风铃火山就是战国时代的武将武田信玄非常推崇的兵法。兵法知道吗？是一种兵法。老师，老师，这个兵法跟洗澡的规则有什么不同？洗澡的规则嘛，把衣服放整齐，不浪费开水，擦净肥皂后再进盆池。阿婉，你不要不懂装懂。对不起。新兵卫，你来读一读课文的24页。是，快快快如风，静静静静如湖，湖水如深渊，如。好了好了，给我好好听着。快如风，静如湖，攻如火，稳如山，莫不可测如深渊。动作神速如闪电，反应敏捷如秃鹰。啊！这就是风林火山的内容。老师，看来我们对风林火山的体会比谁都深刻了。怎么讲呢？每到卫生值班日，又跑了，犹如一阵风。静如湖的时候。有没有不懂的地方啊？此时静悄悄。说的有理。还有吃饭犹如要吃干净，不能浪费。是啊，吃饭如救火。稳的时候如快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快点快点站起来。怎么样，就是这区区风林火山岂能难得住我们？这简直是小儿科。住嘴，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家伙。啊，好疼啊，别打了杜京老师。啊，要好疼啊，好疼，太费劲了。这种草包有什么好说的，快走吧。再见。乱太郎、阿丸、新兵卫，他们叫你们草包，你们没听见吗？是的。被人家叫做草包，你们竟然无动于衷。当然了。被人瞧不起，你不难受吗？有什么难受的？为什么？我们本来就是一群无可救药的草包。我真弄不明白乱太郎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院长，你说说。看来我们对学生的了解还不够啊。我认为乱太郎他们缺乏自信，这种情况在一年级学生中间比较常见的。山田老师，怎么做才使乱太郎他们恢复自信呢？可以请阿雪他们的班主任山本老师帮帮忙吧。山本老师，这件事拜托了。好，知道了。阿雪、阿美、阿茂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，老师？你们听着，你们去办一件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求乱太郎的，是乱太郎干的，可不是我提的。请稍等。36计总为上策。站住！
看呢。啊，这才像个男子汉。好了，我们认输了。乱太郎，我们真的赢了他们吗？好像是吧。啊，新兵们祝贺你。爸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赢了还不感到高兴吗？啊，这是真的吗？难道我们真的赢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应该相信自己呀。好了，这下我可有信心了。他们呢？他们能恢复信心，简直是做梦。你是不是觉得呆头呆脑的新兵卫更加可爱了？阿文新兵卫，你们都听见了？原来这一切都是老师为了使我们恢复信心而特意安排的。连黑黑都瞧不起我们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可不是嘛。对乱太郎他们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，真是对不起。哪里的话，山本老师，请您不要介意。看来我们已无力回天拯救他们了。山田老师，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才行啊。是啊，是啊。院长，乱太郎他们已经丧失了信心，不知怎么才能拯救他们。应对他们进行阿斯巴达式教育。阿斯巴达，院长是不是搞错了？好像是，我可真没听说过什么阿斯巴达。阿斯巴达，好吧，让我好好想想，什么阿斯巴达？哦，知道了，是斯巴达式教育。哦，嘿嘿嘿，为了拯救孩子们，我们尽最后一次努力，对他们进行古老的斯巴达式教育。就这样。是啊，是。作为忍者，我们几个好像缺乏一种素质。我们干脆退学算了吧。要是退了学，我得到爸爸的别墅去，整天吃吃喝喝的，反倒更无聊了。你们瞧，你们这些没有骨气的家伙。山田老师，你们听着。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古老的斯巴达式教育，看我的剑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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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怎么样，有没有胆量啊？山田老师，你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仇恨？欺负我们这些老师的学生，作为老师，你不感到害臊吗？我既不恨你们，也不欺负你们，这是对你们的爱护，你们清楚吗？啊？小心宝贝。真没想到乱太郎他们几个动作也如此敏捷，这真不可思议。院长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面对山田君凌厉的攻势反应如此迅速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说，缺乏信心的他们身上正产生一种新的力量。啊，言之有理。不行，不行啊！不行啊！啊，山田老师，乱太郎，
阿文，新兵卫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，在你们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，所以你们赢了山田老师。啊！过去你们过于放松自己，才导致这种结果。但现在，在你们身上产生了新的力量。这么说，以后不会再有人叫我们草包了。乐太郎，新兵卫，老师讲的我有些听不懂。阿文，瞧，黑黑来了，让我教训教训你。哇，天哪，这帮家伙又来劲儿了。哦，真是群草包。阿文，新兵卫，看来没希望了。哦，还是当草包的好。道理呀。